9 3 4 9 3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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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麻烦你请记得一定要赶快带着你的抽奖券来到前方啊。那假如说呢，我喊了三次你都没有在的话，那我们就要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，我们再抽下一位的幸运儿。好，所以说到这边大家都可以理解吗？可以。那假如说待会真的抽到你的话，也不要急着离开，因为我手上这个呢，生吸盘的车用支架一定还是会送出去，我手上还有一些小礼物一样也是要来送给大家，所以希望可以拿出你们的热情好不好。好，我相信大家都听得懂。好，所以现在呢，首先我们先来抽出的第一份的好礼就是我们库马蒙的便当盒。好，我发现有一些人有小配包竟然折了一下，没有关系，来跟大家来说一下，来备货的我们库马蒙便当盒的是340650，340650，请问有在现场吗？那我们最后一次哦，340650，请问有在现场吗？好，不好意思，那我们直接再抽下一位哦。340504有没有在现场呢？好，最后一次哦，340504，好，没有在现场，那我们再抽下一位，340540，请问有在现场吗？然后数出最后一次哦，340540。好，我都在现场，我再抽下一位，340523，请问有在现场吗？来，恭喜！来，我们这一边获得是我们库马蒙的便当盒，来这边我看一下哦。哎，恭喜你，恭喜弟弟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抽出的是我们的多功能的露营灯，多功能的露营灯。啊，这边有拿到抽奖券了吗？还没有。来，我们最后要来抽出的是我们锅具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准备要来抽出的是我们日式花样手提餐盒，日式花样的手提餐盒。非常的漂亮，应该美女很想将它带回家吧。